遵行他道路的人真是有福。你吃双手勤劳的果实，你必有福，万事亨通。阿门。阿门。主啊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愿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。在今天我们纪念圣若瑟劳工模范。那我们外国人有的时候我们说圣若瑟劳工，劳工跟劳工就是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在念的时候说劳工模范也可以，就是说做劳工的也可以学习若瑟的榜样。那若瑟在圣经里面他说了多少多少句子，多少话，他什么话都没有说。劳工们可能也要学习若瑟的作为，少一点说话吧。但是今天我们所纪念的是若瑟劳工，那我们祈求圣若瑟，他还在世生活的时候，他用他的双手去工作，我们祈求他为在世界上劳动的工作的为他们祈祷，使他们在工作的不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谋生，但是重点的是要为人服务。现在我们大家人最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万有的创造者，你制定了人类必须劳动不变的原则，求你使我们在劳工模范圣若瑟的照顾下，能完成你赋予我们的使命，以获得你所预许的报酬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攻读创世纪。天主说，让我们按我们的肖像，按我们的模样造人吧，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的各种牲畜、野兽和爬虫。天主就按自己的肖像造了人，就是照他的模样造了人，造了他们，有男有女。天主降福他们说，你们要生育繁衍，充满大地，治理大地，并管辖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。天主又说，遍地所有结种子的蔬菜、结果子的各种果树，我都赐给你们作为食物。至于天空中的各种飞鸟、地上的各种野兽以及有生命的各种爬行的动物，我把青草给他们作为食物。事就这样成了。天主看着自己所造的一切都很好。过了晚上，
到了早晨，这是第六天。这样，天地和其间的一切点缀都已完成。到了第七天，天主创造万物的工程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天停工休息，停止了所做的一切工程。天主降服了第七天，定为圣日，因为这一天，天主停止了他所做的一切创造工程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上主促使我们的工作顺利成功。上主促使我们的工作顺利成功。上主，群山尚未诞生，宇宙尚未出现，你就是无始无终的天主。上主促使我们的工作顺利成功。你命世人归于灰土，说：“归来吧，亚当的子女，因为一千年在你眼前，就好像刚过去的昨天，又像夜里的一经时间。”上主促使我们的工作顺利成功。求你教我们数算自己的年岁，使我们学得内心的智慧。上主，求你回顾上代何时，求你快来连续你的仆役。上主促使我们的工作顺利成功，使我们清晨就饱享你的慈爱，欢欣鼓舞，天天愉快，使你的仆人得见你的功业，向他们的子孙彰显你的荣耀。上主促使我们的工作顺利成功。阿门，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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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门，路亚。愿上主日日受赞美，他承担了我们的重负。他是救我们的天主。阿门，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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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门，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愿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窦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众人都惊讶说：“这个人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智慧和奇能呢？他不是木匠的儿子，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，他的弟兄不是雅各、若瑟、西门和犹达吗？他的姐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？那么，他的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？”他们就对他起了反感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先知除了在本乡本家之外，没有不受人尊敬的，因为他们不信他在那里就没有多行奇迹。”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上个礼拜，我在我们的圣母公园的百合花，我就拍了几个照片，以后呢放了 FB。我放在 FB 的时候，有教友就回应，就是问了，他说：“神父，为什么若瑟的圣像手上都有
白荷花，这个是有什么缘故呢？以后呢，我就查了一下，就发现是有一个传说。那这传说就是说，有一些人被选要跟圣母结婚，那从这些人呢，要选一个适合与圣母结婚，所以这些人在他们的手上就有一个棍子，他们就要拿着一只棍子。但是后来肉色的棍子在他的手上的就出现了百合花，很香很香的百合花，所以肉色就被选定了要跟圣母结婚。但是这个就是一个传说，那我们也不会把传说当作真理。但是在圣经里面，在《欧塞亚先知书》提到说，犹太人他们背叛了天主，但是天主就宽恕了他们，接受了他们，也要求他们要悔改。他们悔改之后，天主就祝福了犹太人，祝福了犹太人。那他们将成为义人，那他们将要开花如百合。这个是欧塞亚说的，他们将开花如百合。所以若瑟他手上的有百合花，就代表了犹太人成为义人的犹太人。那我们就知道在圣经里面，若瑟是义人。在今天的福音是关于耶稣，耶稣来到他自己的家乡，他教导人，在会堂里教导人，非常有智慧。在这个会堂当然是一个小小的镇，一个小镇，每一个人应该是都认识彼此，他们也应该知道耶稣从哪里来，耶稣的家在哪里，耶稣的家里面的成员有哪些人，他的父亲是谁，他的母亲是谁。他们可能小的时候他们的玩伴，但是现在三十年之后，耶稣好像是变成另外一个人，他们完全不认识的。他非常的有智慧，所以他们就起了疑问，这些的智慧来自哪里？他不是那木匠的儿子吗？所以若瑟的工作从今天我们就知道了，若瑟的工作就是一个木匠，他是用木头来做可能是家具的什么的，所以耶稣的若瑟的工作就是这样的。那耶稣呢？耶稣当然他从小的时候一直生活到了三十年，这期间他应该是在哪里做什么事？他应该是跟父亲一起工作，他在父亲的那个木材行，我们可以说是木材行，在父亲的木材行跟父亲一起工作。所以耶稣他也应该是一样的一个木匠。好，若瑟他是义人，他是义人，他在工作的时候也是以义人的身份去工作，他服务别人的时候也是以义人的身份去服务，他跟玛利亚的关系也是以义人的身份有这样的互动，他教导小耶稣也是以义人的身份教导耶稣，跟别人的互动也是一样的，他是一个义人。所以他以义人的去工作，他可以当作我们的榜样，在我们每天的工作，不管我们做的是什么事，是多么大的工作或是小小的工作，我们要学习若瑟的榜样，以义人的身份去完成我们的工作。那义人的身份完成我们的工作意思是什么？我们做的不只是为了我们的薪水而已，我们做的是我们心里面应该很清楚，我们做这件的事情是为了服务他人，为了服务社会大众，以义人的身份去工作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在工作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天主也在工作。在今天的读经我们所听到的，天主在工作，
我们在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参与了天主的工作，天主创造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在今天在纪念若瑟劳工模范 的纪念日，我们祈求在天上的这位大圣人为我们祈祷，我们以义人的身份去完成我们每天的工作，为了服务大众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奉献于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生命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宣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，宣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施西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 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愿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